安俊豪舉行網上音樂會，請嚟參加同一屆選秀比賽而入行的好友陳雷做表演嘉賓，而最特別的是三年前的同一日，他們亦都一起參與一個網上 show。 一直都想跟這位音樂人合作的了，想了十年的了是的，終於有一個即叫做真的很正式的音樂合作，所以希望今天即可以即好好地好好咁玩音樂咯，係啊！仲有兩個唔係第一次合作，應該佢係默契喎。嗯，算唔算有啊？唔知道啊，未 hear 啊 ，hear 咗先至知道。但係我諗默契都會有嘅，因為真係識咗好多年啦。我諗可能一個眼神，我一個表情，佢都大概知道我諗乜啊，或者係咦？唱好啲啦，咁樣唱好啲啦，唱好啲啦，有個樣睇嘅。佢可能佢叫我唱好啲，佢都有個樣睇。我諗呢種都係一個默契。佢哋嘅共同興趣又點止唱歌咧？佢哋仲好中意做運動，而且不約而同話愛上踩單車。最近就中意，反而中意咗種樣活動，就係我中意踩單車嘅最近。哦，係啊。中意踩單車，因為踩單車比較唔傷膝頭哥，同埋又可以減到肥。我最近都想買架單車，想咁啱買啦。我覺得要買，係可以趁未係好凍嘅時候。可以我踩過嚟揾你，然後你再踩過嚟揾我，咁就啱啱好嘅。我哋就無謂透露大家住邊，但我就可以話俾你知，可能踩四個鐘都踩唔到嘅一個距離咯，係。兩位會考慮踩馬路啊，定單車我自己中意踩馬路，係啊。因為熟路啲，我畢竟我自己揸車咧，咁就會熟路啲咯。係，我唔敢踩馬路咯，係。所以我踩嚟踩去都屋企附近有單車徑就踩單車徑。我以為你兜住你個屋企嘅踩圈。本身是健身教练的安俊豪就说第四波疫情令很多场所都要关闭，他都很担心会波及到健身中心，影响到他的生计啊。